目前呢，公交移动超市呢可以进入跃进小区等六个小区送菜上门，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。通过这个为了安全呢，我们的采购的菜进行了专业机构的检测，同时呢对车辆菜品进行了消毒，同时组织了这个党员志愿者进行那个现场售卖，对这个买菜的居民进行了量体温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